朱月，你这么着急要去哪儿？不是回酒店吗？也不是不行，也就10公里。这样，你穿高跟鞋呢不方便走，我们先叫辆车回酒店。你要是真想走走，换双鞋，我陪你走。 哟，这女明星挺大气啊！哟，到了，意外惊喜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大鹏哟，你这臭毛病老改不了，别怪别人另眼看你。把钱包还了。好嘞。这什么东西啊？ 初月，昨天你见到他的样子，我不可能当做心里面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你心里面还是有他。不是这样的。我没有要和他做比较。 你们太不一样了，你比他好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挺混蛋的。3年了，我还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，连他的名字我都不能提，只要一想起来我就难过，所以我就拼了命的学习，找无数的事情不让自己停下来。 我以为，只要我没有力气了，就没有力气去伤心难过了。可是慢慢的，我发现我不会再不停的流眼泪，也不再整夜的睡不着。但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只是普普通通在过日子罢了。还恨他吗？ 这房子刚装修的，采光不错吧？啊，行，房子我们租了，这就租了？签合同吧，新租3个月。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总得知道我把房子租给什么人的吧？我们是搞计算机的，程序员。程序员？ 人家可不是你们这样的。那你觉得我们是干什么的？反正我不能把房子租给不明不白的。走吧。说谁不明不白？这什么人呢？这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您不是好奇吗？他是杀人犯，我帮他分的尸。我们俩刚从监狱里出来，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？